建议你呢还是养一条狗，因为这条狗呢真的给你很有缘。标王训犬俱乐部是在广州黄埔区，我昨天骑了320公里连夜赶到了这里，就是这条小德牧，老板是我们南充的，他说要送给我。乖乖，这里。哇，你好厉害。你被关住了吧，乖乖。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训练场，这条马犬好可爱，我突然好喜欢这条马犬。Hello， 你好呀。CSV 为德国牧羊犬俱乐部，广州标王训犬俱乐部。这位是冯哥，冯哥你好。你好你好。昨天也是特意从成都坐飞机过来，就为了跟我讨论狗的事情。这位是戴兄，专门训狗的，你好。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那现在那条小狗，他的这条狗的母亲呢是我们的狗，他是世界狼王的女儿。然后呢，我们在广州参加比赛的时候，恰巧呢就是我们的这条狗发情了。然后呢，世界狼王也在那里比赛，然后就又给世界狼王现任的那个世界狼王呢配的，所以说生出来的小狗一窝里面两只，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小的个头小，这个呢就比较厉害一点。然后那一个呢温顺一点，我想了一下哈，你还是养稍微厉害一点的会好。然后呢，我当天晚上让他赶着去拿了，结果第二天别人就去把剩下那一条都买走了。也就是说，你要是晚一天告诉我，可能这狗就被其他人买走了，所以特别跟你有缘。然后我看到昨天的时候你到了以后，这条狗的话因为拿回来了嘛，在我们这里，然后跟你的话也挺亲近，而且今天的时候我怎么叫都不怎么叫的走，一天跟着你跑。如果你打开他母亲的血统证书的话，你会看到他母亲的那个父亲和母亲，他的几代犬，因为他的那个母亲的父亲拿过2届世界狼王，而且还是 IPO 3级，也就是说世界防卫犬大赛获得3级的最好的成绩。哦。然后拿过2届世界狼王的，而你这条狗的父亲也是世界狼王，是现任的世界狼王。哦。所以刚好你这条的血统全是狼王的后代。每个狗，它是需要有这个血统证书的。纯种德牧牧羊犬血统证书是吧？嗯，对，这是繁育证书，就是你的狗要通过成绩考试，能够这蓝色的就是繁育证书，才能拿到繁育证书。你的狗才能够生的小狗，终身繁育的，才能够得到认可的，要不然它是不认可的。如果这个狗，比如说我要转让给你，那我们就变更犬的主人，就变更给你，还需要这样子啊？对对对。然后它的比如说宽肘的检测，就是狗腿的那个地方检测 A1， 这是比较好的城市。我们的这个是有终身的繁育证书，它终身都能够繁育的后代都能够得到这个 CSV 的认可。新生的犬的身份鉴别登记卡，这就是你新生了一个狗以后，比如说像这个狗的名字，繁殖人是冯伟吗，是哪一天繁殖的，那它登记的编号芯片号是多少，它的芯片就在这里面，然后给它打到脖子里面，它在任何个地方一扫它的脖子就能够，这个就刚才的，就昨天你看的马犬，就那个马犬的马犬，就是那个比利时犬吗？就马里诺，就这种。这种是工作犬，就是工作犬证书的这种。这种是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属于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的，也就是说像那些什么搜救犬啊、警犬啊，都是属于工作犬那些。好厉害，这是参加比赛的时候用的是吧？从这红的在最后再变成这个。对，你所有的都考核格了以后才可以变成这个。对，拿到成绩以后的话就可以拿到那个他的资格。你像这些他还进行 X 光的一个鉴定，就是鉴定他的骨关节这些比例合不合格。你看这里有成绩，比如说他的比例哪些合格哪些不合格，如果不合格你就拿不到繁育证书的。所以说最终要通过考完所有的试，参加比赛，然后拿到繁育证书需要4年左右。好厉害，这个是服从大赛第二名，它属于工作犬的。那我们现在这条狗它有多大了呀？现在狗的话是有3个月了。
我要是把狗放到那里训练，然后我要等多久过来接狗？大概最短呢可以一个月，但是呢你放在我们这里的越久了时间是越好的，让它训练的比较对内容还有科目还有它的一个巩固性和它的一个入学的适合年龄，应该说是在六七个月的时候更适合。那我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把狗放在这里等你们训练好了我再来接它，然后我接下来是暂停摩旅，等狗训练好了之后我再带着狗子一起旅行，还是说我现在继续旅行，但是我继续旅行我怎么过来接它来说也是个问题哈。所以说我们现在考虑一下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其实一个人在外面旅行养条狗的话，它不仅仅是你一个伙伴陪伴，更多的是你一个忠诚的护卫。但因为有过之前的教训，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害怕要不要养它。我建议你养一条狗，因为我呢自身呢就是处于对狗的一种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对，因为我是做其他行业的，并不是说专门从事犬的训练，但你看到现在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训练场地，而且养了很多狗，也训练了很多狗。我们现在是要跟着戴兄看一下他训练的狗子，这是一条麻犬，他现在去找敌人了。现在训练版啊，哇，漂亮！去里面拍一个视频就成这样子了。其实很早的时候冯哥就联系过我，让我把王富过送到我这边来训练，但是四川离广州太远了，过年的时候我是把富过放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训狗场训练，但是训练的效果确实不怎么样。我这两天会带在这里跟狗子先接触一下，不管我养不养它，我都需要学习一点训狗的知识，作为一个主人对于我或者是以后的狗也有好处。那么你们觉得我需不需要再找一个伙伴在路上？如果养它，那它叫什么名字？